那么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我们就众生根基来说，下下等的根基都能得到真实利益的是哪一部经？那我们可以说就是无量寿经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华严经是上上根人的利益，中下根性没有分呐。但是无量寿经呢，下下根人都能得利益啊，上上根就不必说了。所以这个这一部经典，三根普被，立顿全寿啊，所以我们从根性上说，一切众生都得利益的就是这部经，因此这部经要常念呢，啊，常念不绝。所以常念呢，手指常念本经，把道理说出来了。《往生真言品》里头第一句话就是。文词经典，词就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，而且呢就是指这一个汇集本。怎么知道是汇集本？佛出现在世间目的何在？用意何在？这要晓得。佛的心目当中，就是希望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就得度。啊，这一生当中啊，就帮助你圆满成就佛道。这是佛的意思。当年在世，对于这个法门，确确实实是的多次宣讲，不是讲一遍，讲很多遍，从现在留下来的五种原译本啊，明显能看得出来，传到中国来的梵本不是一个本子，一个本子翻译出来的有大同小异啊，绝对不是大异小同，那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大异小同肯定是多次讲不同的阶级，这原本不相同啊，所以根据现前五种原译本来看，至少是三次讲演，那还有失传的七次没见到说明佛的意思没有变的，帮助众生这一生就成就无上菩提，这个多稀有啊，多难得了。所以慧起正是佛的意思。啊，常念本经呢就是这个慧起本呢，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啊。慧起无量寿经确确实实是
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。深深其如体会到佛意，把这桩事情做好了，将来流传末法九千年是什么本子？肯定是这个本子。为什么呢？大众欢喜，大众喜爱呀。这个本子才能流传呢，契机契理啊。同时我们也能想到，往后流传的注解肯定也就是这个注解啊，华念祖老居士的集解，他们有自己的意思。像孔老夫子治学的心态相同，述而不作，性而好古。他引用了经论八十三种，引用祖师大德对于净宗经教的解释110种，即古著之大成啊，经论古著的大成啊，这是述而不作，真正是性而好古。谁得到这个注解都没话说。都会赞叹，都会感恩呐。因此常念本经，常念不绝。那么对于这经典要受持，要读诵。提升自己的信心，坚固自己的愿望，愿望就是求生极乐世界。读诵，这是我们信愿的落实。我说我相信，我也想去，我不读经不念佛，这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去不了啊？那么受持读诵非常重要，这是自信。下面一句书写供养，这是化他，供养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礼节中国人叫送礼，最恭敬的送，这个赠送呢叫供养下对上的儿女对父母供养，不能说不是。人民对国家领导人供养，弟子对老师去供养，这是一份呢沉静的心，用礼物字来做代表。用什么供养？用自己学习真实的心得供养。
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书写呢，就是用经书供养。现在包括光碟啊，这都是供品呢。现在不必书写了，现在印刷书法了，而且印得非常精美。让人拿在手里面爱惜，啊，所以贡品里面有这个书好。这书是我们供养的贡品的啊，现在有光碟，因为这个书如果它不是修行宗的，没有读过，读起来有困难。现在有有声书，这个好，啊，可以放在电视屏幕上，你看得到经文，你听得到声音，跟着他读，这是在现前这个社会最受欢迎的一种方式，有声书。啊，为各种不同根基，可以分开各种不同的程，这个时间时段啊，有念的慢的2个小时，这部书念完；有念的快一点的1个小时啊，不快不慢的1个半小时啊，1个小时20分啊，你有这么多，人家就喜欢啊，喜欢慢一点，他就学2个小时；喜欢快一点，1个小时。这个方法好啊，可以大量流动。啊，碟片、装潢尽量的精美。用个小盒子装礼物嘛，人家欢喜，愿意接受。那他听了之后，慢慢他觉悟了，慢慢的他也发心皈依三宝。啊，对于经宗法门，真心切愿。求愿往生，这个人就被你得度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从这一方面去做，做成精品。啊，有声书。